真面目部類なんで。よう言うわ。軽く2分だけ。こんにちは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はキャンプしてます。キャンプって言ってもまあこの人工的ライトと人工ライトとパソコンとポテチ。あとお茶しかありません。お茶しかない。ね、ジェンダー、フェイちゃん、安全だ。安全、而且健康的。健康的酒吧。酒吧。酒吧，中山的酒吧。对。你觉得怎么样？说什么？说什么？嗯。没有，只是我想说健康。所以今天我想介绍的东西是这个，这个是我拿到的 speaker， 那这个是 speaker， Bluetooth speaker， and then 他们的功能是一般的 speaker 一样，一模一样。然后按这里的话，可以当那个 light。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吗？嗯。这是我对这个没有没有研究。哎，说什么？哦，哎，这是多少钱？应该是2000卢比左右吧，2500块。哎，2500块。嗯，2500卢比，便宜，很便宜。你们要买哦。在日本的 Amazon 上可以买啊。对，很便宜哦。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的话，可以买。好，谢谢。谢谢。ライトの紹介でした。はい。